大家好，我是花艺师 Lily， 今天我帮大家介绍一款是有田园 feel 的插花啦。咁啊，准备了一个好迷你的小花篮。跟住我今天准备的花材咧有黄玫瑰啦，白色的无花果，咁啊有野菜啦。还有干玫瑰串成的蝴蝶，现在我帮大家示范了。玫瑰咧係好靚嘅，喺咁多種玫瑰花之中，我係比較鍾情黃玫瑰嘅，所以我今日就揀咗黃色嘅玫瑰啦，覺得佢好靚。啲黃玫瑰咧仲有好多冧冧嘅，佢都會開嘅，我哋可以不規則咁嚟插啦。白色的毛毛都好靚。白色襯黃色咧係好妝嘅，啲顏色好靚。呢款迷你嘅小花篮有甜 feel 嘅，咁就完成啦。嗱，我哋可以挂起嚟啦，又可以做装饰嘅。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我嘅花艺有进步嘅，请俾个 like 啦，多谢。